突破韩国电视纪录，收视率超过全国50%。强档大戏，最火的韩剧《面包王金卓球》，看卓球如何力争上游，成为面包界第一达人。我叫金卓球，不是因为我很会打桌球才叫卓球，是卓越的卓，追求的球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《面包王金卓球》只在洛城18台。